安邦搭讪医务室女同志被队长发现了，队长要她给今天静脉注射和肌肉注射做志愿者，不然就给他们连长打电话，林安邦只能认命。健身房的拳击台上，夏拙和欧阳俊比拼谁也不让着谁，一拳一拳的往脸上挥，结果被吕征拦了下来。吕征最讨厌窝里斗，让他们回去好好反思。安雷让训练营的教官一起参加比赛，郎永成很有信心，王显明等人却不乐意了。参加比赛的小伙子才20岁，他们都快50了，这么比赛有失公平。不过在安雷的劝说和郎永成的带领下，三人还是硬着头皮上了。王牌号手选拔营出发前，安雷发言道，不管是谁想进战刃连都要经过选拔营，战刃连更是他们270的骄傲。270旅四位老兵，郎永成、侯继东、王显明、陈浩峰，也是这次选拔营的教官。夏拙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一级军士长，听说比将军还少呢。选拔比赛开始，比赛要求三天内按照的图指示，能够先期到达选拔营的人自动获得入营资格，末尾十位淘汰。一番准备后，四位老兵就先出发了。包里有他们需要的所有物品，不过只有三包饼干和三包水，坚持不下去就按下放弃发射装置。林安邦发现里面没有手指，夏拙无语。出发前，吕征表示他会24小时跟在他们的身后，但绝不会提供任何帮助，而他车上的零食也不是给他们准备的，义子梦有些失望。夏拙等人出发前发现郎永成等四个一级军士长已经出发，就连欧阳俊也已经出发，他们三人赶紧也出发，按照的图提示前往选拔营。郎永成四人出发才顾得上看包里有什么，发现里面有牛奶面包香肠，甚至还有自嗨锅。新兵们都跟着老兵走，几人也没拦着。欧阳俊走丢了，夏拙等人就带着他一起研究到达选拔营的路线。夏拙算了一下，发现他们必须要赶夜路。夏拙和欧阳俊都发现指南针出了问题，显然在给他们出难题。夏拙找到方向，欧阳俊却决定再想一想，所以让他们先走，如果方向对他就追上去。郎永成四人突然原地不动了，吕征见状就知道他们想憋坏。老兵们休息了，新兵见状不知所措。夏拙四人追了上去，他觉得应该跟紧老兵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夏拙被老兵赶走了，夏拙突然明白他们要干嘛了，教官来参加比赛必须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赢得比赛树立威信。夏拙猜想他们的指南针也出现了问题，他们估计想晚上借助其明星赶路，所以夏拙他们也跟着老兵一块睡觉了。老兵见没人尾随还有人学他们睡觉，立刻起身赶路。夏拙见状也连忙把林安邦和义子梦叫醒，赶紧跟上。林安邦突然要上厕所，夏拙就先跟上去了。郎永成在地上发现了轮胎印，便跟着轮胎印一路向前走。林安邦非要义子梦找手指，义子梦只好在荒郊野岭帮他找树叶。
郎永成等人决定找地方休整一下，于是进了某个山洞。夏拙遇见了欧阳俊，二人一路跟着老兵来到了山洞。